中华网龙推出的最新作品《烽火三国》，现在人气正夯，打造出史诗风格的策略游戏。由于玩家人数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中华网龙除了加开伺服器之外，还有很多好礼要回馈给玩家哦。中华网龙推出的《烽火三国》自开战以来广受各方好评，游戏中推土模式、兵种布阵、内政系统以及热血战役等多元丰富特色，都让玩家爱不释手。游戏并设置全新的计谋功能，让玩家在诸侯争霸及玩家对战时，皆可选择不同计谋，对敌人产生特殊的战略效果。新伺服器加开，官方并同步策划探索三国开宝箱、烽火骑兵以及烽火复国抢兵 A 计划活动，让各方英雄开宝箱抢拿各种虚宝。除此活动还回馈福袋及赤兔马等多项好康，引领玩家再开三国霸业新局。